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田园犬大壮的 UP 主，很开心啊，不知不觉呢来 B 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，首先向大家道个歉，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 UP 主，因为一年了，我居然发了这么多的视频，然后还在掉粉，现在只有2000多的粉丝，当然了，在这个期间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喜欢大壮的朋友们。那就今天这个机会呢，我想回答一些后台的粉丝的一些提问。首先就是大壮跟我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是在一个上海的一个老小区里捡到他的。当时大壮很小，看上去呢应该就是两三个月，应该不超过3个月，2个多月大的样子。然后呢，把他捡回家的第二天大壮就貌似得了细小，把他带到医院一看。果然就证明它是细小。然后呢，医生当时告诉我说，说这个狗这么小，而且又是你捡到的，说放弃吧，因为细小一天的治疗费还蛮贵的，至少要打5天，还不一定能够救得活。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一条命，而且跟我有缘分呢，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试一试。那我就在网上求助，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网友呢，他就把他救他家狗。得细小的这个过程告诉我了，并且给了我一家这个淘宝店的地址。等一下呢，我会把它贴在简介里面。然后呢，这家淘宝店它刚好是上海的一个兽医店，是在上海的，我就用闪送让他把药啊，还有这个注射所用的东西全部寄过来的，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了。当然，当时呢，这个店主也是说不一定能够救得活，因为狗狗太小了。那结果呢？非常幸运的是，大壮活下来了。到第3天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精神了。第5天的时候呢，就差不多好转了。那如果是大壮的老粉，可以看到我前面有发过大壮以前得细小的这个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想跟各位，特别是这种铲屎官们讲啊，如果说家里面的狗狗得了细小的话呢。也不要很紧张，因为其实即使是得了细小，狗狗的存活率还是很大的，只要发现的及时。当然了，首先第一步要去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带它去医院去确认是不是细小，因为医院是可以做这个测试的。那如果是的话呢，你可以按照我下面给你的这个网址，去那家兽医去买，那差不多也就花了，不到1000块吧，就是大壮就好了。然后，所以呢。很重要啊！我觉得在这里提醒，第一就是一定要尽快发现，发现了之后呢，尽快去医院做确认。那第二呢，就是，然后呢，第二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呢，就是，大壮是如何学会不在家拉屎拉尿的？这个说真的啊，大壮真的蛮聪明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是不是田园犬天生就是很聪明？它大概4个月大的时候，也就是来我们家的第2个月。我先是买了狗厕所给他，然后呢，他会自己到狗厕所去，拉屎拉尿。然后到他4个月大的时候，那不管我下班回去多晚，然后他都就是只会让我带着他下去的时候，他才拉和尿。然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，大壮是一只让人非常省心的狗啊。当然了，网上也有很多的这种，就是可以去。大家可以去参考的这种训狗、训练狗如何定点，拉屎拉尿，包括到现在，直到现在，大壮从来到我父母家也是的，从来没有，一次在家里面拉过屎和尿，在这里真的要给大壮点赞，太可爱了，然后呢，第三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，大壮每天都吃什么？怎么体型这么好？说真的，我觉得他是天生的吧，就像有的人天生就身材很好一样，也没有怎么运动，吃的也很多，但是他就是天生的身材好。大壮小时候饭量还蛮好，现在长大了，想找女朋友，每天都很作，然后吃的也不是特别多。我一天呢是给他一大顿，然后一大顿呢就是大壮的狗碗这么大，比我的脸还要大。然后呢，他会差不多会吃掉一整碗，那里面有主食，有狗粮，然后呢会有蔬菜肉，就是我还。搭配的就是蛮营养的，全部就是这种一大盆给他，他会吃完，但他一天就只吃这一顿，晚上呢就不再给他吃了，他出去，早上、晚上、中午，或者是下午，现在天气比较热，然后一天会出去3趟，
每次一个小时左右，大壮的运动量非常大，特别特别喜欢猫啊，然后飞鸟啊，就是见到这种活动的东西，它就一定要扑上去、冲上去，拉不住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也是有一点苦恼啊，希望就是在看这条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，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控制一下狗子对飞鸟和猫的冲动。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没法控制了，它现在太大了，已经1岁多了。那还有就是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妈进来打扰了一下。那第三个问的很多的问题就是，UP 有没有给大壮做绝育手术？其实说真的，我之前还是蛮犹豫的，因为，我也去打听过做绝育手术对狗狗的好处和坏处，但是太很多的粉丝都说啊，千万不要给大壮绝育啊，因为大壮长得这么帅，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好的基因留下去。所以我一直是心里很犹豫，现在他都超过1岁了，应该是错过了，最好的去做这个绝育手术的时间啊。我现在在线给大壮征婚，如果各位粉丝朋友，你看到我的这条消息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帮我转发一下，真的有长得很漂亮的田园犬的话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大壮，就是让我们家大壮也荣升成爹吧，因为大壮真的蛮好看、蛮可爱的，非常的聪明。我也希望把中华田园犬这种很优秀的、很古老的这种品种呢延续下去。那我觉得肯定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，就是靠个人力量应该是很难的啊。发动一下大家，所以呢，那应该就是这几个问题了，大家问的比较多的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田园犬的想问的呢，也欢迎大家呢来给我留言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粉丝的这个叫什么一键三连，好像我从来没有求过投币，是不是？那么在这里呢，也非常感谢一直关注大壮成长、喜欢大壮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也会把大壮的这个从小这样的一个照片做一个集锦哈，作为我们来这个 B 站1周年的纪念。给喜欢大壮的朋友们看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或者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，和你身边的朋友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大家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、投币，谢谢。